找个侍女仆哈，侍女仆，就是唐朝九月对不对？对，早期的陆凯之的嘛，洛神父啊，这个是那个佛教方面 Buddhist。哦，画得很漂亮，颜色很鲜艳。这几本，那它就我就是按盒了嘛，它就。你这套我有没有买啊？我忘记了嘞。我不知道你这次没买，我就不知道你上次。我上次没有买人物画。哦，那你应该买一套人物画，我当时给你推荐来的。你说这个你上次给我买了五本吧？啊？它比那什么多一本，五本也是卖25啊，那你们不会亏啊？不，因为它是一盒一盒来的，哦，一盒一盒也是一盒一盒，哦，算盒的，哎，它是按盒走的。那这个人民币是380多，对，380，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拿折扣拿的好，就是我们大批进货嘛，对，哎，就拿折扣拿的。然后这个这一溜啊，对，全是加了，